第四题，国王安排右图的实验装置探讨水溶液的导电性，以区分电解质和非电解质。已知待测水溶液包括氢氧化钠、糖水、酒精、盐酸、食盐、醋酸。关于这六种物质溶于水后的检测结果，下列哪一组选项正确？我们上课强调过，我们的糖水跟我们的酒精溶于水，但是水溶液不导电，是非电解质，而其他的氢氧化钠、盐酸、食盐跟醋酸都是电解质。所以呢，我们第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组选项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我们的糖水跟酒精打叉，非电解质，其他的都打圈，是电解质。